几年因为经济不景气，有越来越多上班族换跑道转考公务人员，而未来这些人退休之后将比以前更有保障，因为全序部正在规划修法，把公保跟劳保的年资合并计算，在年满65岁之后就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年金。但是这项方案还需要立法院三读通过，目前无法确定它详细的上路时间。在民间机构上班的人考上公务员后，如果先前投保的劳保和之后的公保两项年资分别没有超过15年，退休后得要分开计算一次勤领。不过在未来，劳保和公保可以合并计算，而且还可以每个月勤领养老年金。但因为依照这个公保的规定，我们从88年5月开始以后啊，公保是财务自给自足嘛，那你这个如果是这个给付不足的话，要调整保费汇率。这项新政策跨两大部会，一个是全序部，另一个是劳委会。劳工保合并前后有什么差别吗？劳委会举例，一位上班族原本劳保年资有5年，投保薪资20000元，后来考上公职，投保薪资30000元，公保年资12年。如果分开计算，劳保和公保都不符合15年年资的年金勤领资格，只能领一次退，合计一次勤领532000元。而合并年资后就可以勤领年金，一个月公保加劳保共领4250元，只要领10年以上，就超过合并前一次勤领的钱。也就是说，活得越久，领得越多。个人假设他从65岁，活超过10年的话，他就会超过他的一次金的钱。所以你年金对于我们劳工或者是我们公务员的生活还是比较有保障。全序部统计，目前符合资格的人，劳保约39000人，公保约10000人，约有50000人受惠。不过公保法和劳保条例这两项条例得共同修法，而且都得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，因此新措施还无法确定何时能正式实施。记者沈小青、谢启文台北报道。